从创始到如今，有多少人被你神化，因而被神的恢复之流撇弃淘汰，最后肉体灭没，灵体打入阴间，现在仍处于众星之中，处于众星之中。有多少人顺从神话，但是未被神的开启光照，从而被神一脚踢开，落入撒旦的权下，成为抵挡神的，成为抵挡神的，就是只顺服神话的外表，却背逆神话的实质。有多少人只听神昨天的说话，总是持守以往的破烂物，对今天的土产却并不抱爱，这样的人不仅被撒旦掳去，而且成为千古罪人，成了神的仇敌，是直接抵挡神的，这是神在烈怒最高峰时审判的对象，现在仍处于下咽，处于黑暗的地牢之中，处于腐朽麻木被撒旦支配的尸体之中。